大家好，我是作曲 Matthew Carlero。 今天我想用一段时间感谢《王者荣耀》的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我跟腾讯合作已经有七八年了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印象对中国音乐就是无声音阶，还会学传统乐器。后来我慢慢发现了，我音乐还是缺一点感觉。所以，为了跟我中国朋友更好的去交流、沟通、创造音乐，我决定去学习更多中国文化，让我的旋律更好听、更感动人。我去了中国几次旅游，我学了中文，看了国产电影，我学了很多中国乐器，古筝、古琴，我特别喜欢古琴，带着这么多古代的感觉，笛子、箫等等。在这个创造音乐和寻找灵感的过程中，我更好地去理解这个文明古老的国家，收集了许多写音乐的素材，交了更多中国朋友，还认识我老婆，我们现在都有宝宝了。我们互相尊重，学习彼此的文化。我总觉得我跟中国有缘分，所以我想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，我很荣幸受到你们的支持。希望以后我可以写更多好听的音乐给你们听，谢谢。